告各位委员，现在我们继续开会，介绍列席官员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顾立雄主任委员，张宏哲主任秘书，调查一职陈志成组长，还有行政组廖炯志组长，还有李世卫主计员，还有李威正人事管理员，行政院主计总处公务预算处陈宪敏专门委员，现在处理106年度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主管收支部分，请宣读预算事及委员提案。106年度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税出预算，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预算数5552万元，第一目一般行政4083万1000元，第二目党产处理业务1425万9000元，第三目第一预备金43000元。委员提案税入部分，增列税入预算二款罚款及赔偿收入2500万元。第一目第一案，人员维持编列2758万9000元，减列800万元，另冻结1/2。第二案，一般行政人员维持减列200万元。第三案，一般行政人员维持约聘人员待遇1584万9000元，全数减列。第四案，一般行政人员维持预算2758万9000元，全数冻结。第五案，一般行政人员维持其他给予，全数删除。第六案，一般行政编列1324万2000元。减列250万元，另冻结1/3。第七案，一般行政基本行政工作维持编列1324万2000元，减列358000元。第八案，一般行政向下编列赴国内学校训练机构进修与研习等学分补助及相关费用12万元，全数删除。第九案，一般行政基本行政基本工作维持教育训练会12万元，全数减列。第十案，一般行政教育训练会12万元，减列10万元。第十一案，一般行政基本工作维持向下编列水电费152万元，减列100万元。十二案，一般行政基本工作维持水电费编列152000元，减列。编列152万元，减列100万元。十三案，一般行政编列水电费152万元，减列10%。十四案，一般行政基本工作维持编列兼任人员兼职费85万元，全数减列。十五案，基本工作维持编列员工健康检查费及办理亲子活动费182000元，全数冻结。十六案，基本工作维持向下编列办公大楼环境绿化、美化、布置与清洁、保全、性别平等等相关活动各项业务简介及预决算书表印制304万4000元，冻结300万元。十七案，一般行政编列国内理会60万元，减列1/2。十八案，一般行政向下编列国内理会60万元，减列30万元。十九案，减列一般行政向下主任委员特别会158000元。二十案，一般行政基本工作维持房屋建筑及设备会编列200万元，全数删除。二十一案，
一般行政向下编列房屋建筑及设备费200万元，全数减列。22案，一般行政向下编列房屋建筑及设备费，减列170万元。23案，一般行政房屋建筑及设备费编列200万元，减列150万元。24案，减列一般行政项下设备及投资100万元。第二目，党产处理业务。第一案，党产处理业务编列预算1425万9000元，减列1000万元，其余全数冻结。第二案，减列第二目党产处理业务500万元。第三案，第二目党产处理业务编列1425万9000元，冻结20%。第四案，党产处理业务向下编列教育训练费150万元，全数冻结。第五案，党产处理业务向下办理各类教育训练与办理调查人员各类专业训练，编列合计43万元，全数减列。第六案，党产处理业务编列教育训练费合计43万元，冻结1/2。第七案，党产处理业务向下财产查核业务物品费预算35万元，减列10万元。第八案，财产查核业务向下一般事务费编列会议参会等经费26万元，全数删除。第九案，党产处理业务财产查核业务编列运费25万元，全数减列。第十案，党产处理业务向下编列设备及投资93万元，减列20万元。第十一案，党产处理业务向下编列调查人员各类专业训练费28万元，全数删除。十二案，党产处理业务向下编列教育训练费28万元，全数冻结。十三案，党产处理业务向下编列调查追征业务物品556000元，3减15万元。十四案，调查追征业务向下一般事务费编列147万1000元，冻结50万元。十五案，调查追征业务向下编列设备及投资153万2000元，3减30万元。十六案，党产会年度编列奖补助费300万元，全数减列。十七案，党产处理业务向下编列奖补助费300万元，全数冻结。十八案，党产处理业务向下编列调查追征业务奖补助费300万元，全数冻结。主决议第一案，要求党产会应增聘具有历史专业及财经专业人才，以利业务之推行。第二案，请不但党产处理委员会协助各土地管理机关厘清原住民族地区中现有不动产所有权人属于政党或其附属组织者，该不动产得上变更之相关契约关系，并彻底清查其中是否有遭政党不当取得之情形，将政党不当取得之原住民族土地归还原住民族。主决议第三案，建请不但党产处理委员会紧速更新网页之配置，必令民众了解归会之办理情形。主决议第四案，请不但党产委员会应以一个月内检讨并减列聘用员额至法定额度，就未来禁用编制公务人员取代约聘雇人员之计划时程，向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提出专案报告。宣读完毕。谢谢哈。报告各位委员，现在我们进行协商。
报告各位委员，现在我们进行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的预算协商。那我们依照那个第一幕、第二幕、第三幕来进行。第一幕的预算是一般行政，这里面我也跟各位委员报告，那个税入提案、遥知提案，但是在预算上没有编列这个税入的科目，但是依照预算法或是我们立法院的那个议事规则预算，不得为增加支出之提议，但是他科目没有的时候，我想把这个案子留到最后再来讨论。税入的部分，你科目没有编啊，有编的说只能增加，没有编的话，还不晓得要怎么处理啊。好，这不是增加支出你怎么？我这不是讲你增加支出啊，你是要增加收入啊。你的案子我都特别的小心啦，因为两位台北市长候选人在这边，我怎么晓得马虎？怎么敢马虎？那个先请主计处说明一下好不好？主计处嘞，就是依宪法的规定的话，原则上立法院这边就是不能针对行政院提出的总预算案增加支出，至于税入方面是没有相关的一个规范。是啊，科目没有啊。科目没有的话，原则上就税入而言，它依规定的话还是可以增加。哪一条法跟我讲？不是我要反对，我要了解一下，以后我要学到嘛。你哪一条法给我？你看到人都就讲他们的，不然我要拿出来啊。可以的话，你跟我讲啊，哪一条法说可以？照道理可以税入可以增加，但是预算里面有偏的科目才能增加，没有偏的科目能不能增加？我跟你讲，这当市长的很聪明啊。你跟我讲啊，哪一条可以啊？好，这个把那个法案法条查清楚再来讨论。姚委员有没有要说明？我看到我们进行说出了，好不好？对了，这个主席说的的确是可以讨论一下了，哈。对了，好，但是就是不要一直在拿税出来讲嘛，因为税出我们都知道啊，我跟你讲啊，不能增加税出。税入的时候不要乱追杀，逼着他们硬要的，他本来就没有意思，你就把他骗了，科目里面没有骗啊。我看国民党叫你扳赔啊，什么叫你扳赔？我们很努力啊，挣了这么多，你这么多被选举丢到这什么关呢？现在在讲公平正义，现在讲不当党产的，不当党产委员会根本就不当处理，而且是针对性。这怎么不当处理呢？这是他对其他的案子都没处理。不当党产条例里面就有规定有罚则啊，大家都知道。罚则啊！那我们看到这段期间以来，什么国会暴力的，这跟什么关联呢？这段期间以来，我是觉得，坦白讲，我是觉得，讲蛮赔这两个字，我就不能接受。我提出了，就蛮赔啊！没有，我们很努力啊！我们在改哪里有蛮赔？那以前的历史，你都受照顾长大。我说先讨论，就是税出了，好了，好了，再回来讨论了。你看，好不好？那。可以啊，这我可以接受啊。把那个那法条查清楚，好不好？那我们第一幕的税数啊，是一般行政1-1到1-5啊，人员维持费用。1-1到1-2，到1-2是总结的，我们讨论完再回来讨论哈。是总目的啦，总结呀，不我讲一下啊。第一幕啊。一那光一注一，该一注是人员吗？没有，我们一起讨论好不好？好，1-1到1-5就是
人员维持会嘛，好、啊，第一节的，哼，好、啊，人员维持会嘛，第一到第五的话，请，那个委员会，做说明报告。跟委员报告，这个1+1这个提案的部分里面有针对说我们这个月薪高达73,375元这个部分，那我这边说明一下，因为我们本会的工作聘用人员总共18人，那里面是内含3位专任的聘用委员，那他们的月薪是高达112,240元，那如果扣除这3位专任委员的话，各职务，我们工作人员各职务大概平均薪资是48,000多元，所以应该算是一个合理的一个薪资结构。那建议是维持我们现在编的那个预算。主席，麻烦请他们把他们的人事表拿出来，哪一位是领11万多，哪几位是领多少钱？我想昨天在整个的答询过程当中，大家清楚的点出来，几乎所有的人员都是他们过去的智库。甚至于党中央、民进党党中央里面的专任、副主任等等，而且假借这样子一个状况，说他们不是民进党籍的，但是大家都知道他们是民进党过去的党工，所以我们请他们的名单拿出来。我想这样子的一个比例，我们也请人事行政局来做说明。那个人事行政总处，如果这样子的一个薪资比高普考都要高。这合乎比例原则吗？有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吗？那现在说明的这位，请告诉我们他的职称。啊？人事管理员，他是我们人事总处的吗？不是嘛？还是党产会的嘛？对，不当党产会的嘛？所以他根本人员资源，资源资源好，他资源他是哪一位？人事管理员，换句话讲，也不是人事总处的。我想我们整个的人事必须要站在一个合理公平的薪资的一个方法，他的人事管理员，我不知道这个职称从哪里啊，他过去的公务人员的资格又是什么？不好意思，报告委员，我是行政院人事处的资役，然后是依照行政院人事处的资役。是啊，人事处的资役，你是借调到这一边的，是我前一个机关。前一个机关就是人事行政总处，然后刚刚委员在说那个我们编列的基础，我们都是依行政院订的一个薪酬标准表，依照薪酬标准表去核心，那我们所有的聘用计划也是报经行政院核定，所以我们这个所有的编列基础都是有依据的。主席，我把他们这个表拿出来哈，他所谓的专任委员有2个。给11万多，应该就是每天那边发言的那个什么，那个也是以前在屏东参加过初选的民进党的成员呐、啊、哈，那个叫什么施什么，我忘记他的名字哈。然后所有朋友，我想这个表写得很清楚啊。不要紧啦，伊去恁派去做部长不要紧啦，恁恁的派去做部长就好啊嘛哈。我想主席这个表那么的清楚。好，而且都比我们的高普考比照啊，都是什么检任、荐任、邱西朗啊。你让所有的文官制度全部都破坏，荡然无存，有这样子的道理吗？李金委员啊，讲这个我实在是哈、哦、无限的遗憾呐、啊、哈、哦。如果不知道人事管理员是什么？那表示你对人事行政完全不了解。人事行政总处这位人事管理员，他本来就是人事专长，他过去在行政院担任，现在借调到党产会来处理，他本来就是人事，这个是公务人员了。那第二个部分，聘用人员任用条例还有党产会的组织里面规定的非常清楚，专任委员有几个，聘用人员有几个，只要他们是符合这些规定的话，那本来他要聘用谁，就是他的自主权，就是首长的自主权。那更重要的是，如果这些聘用人员他的党籍他没有超过规定，就是没有超过1/3，这本来就是符合我们机关的任用的方式。
那这个都还是行政院核定过的。那过去海基会这个还是财团法人，也一大堆是国民党的党工啊，我们也没有任何意见啊。要尊重用人机关的人事权嘛，这个是基本的态度嘛。我们看看从一到二，一至二到一至七，一至八，说写的都是人员维持费用，然后还写到什么理由？哦，还写到说，哎，这个聘用人员哈，这个都是来自这个民进党籍，所以这个人员费用要删掉，哦，然后聘用人员过去有什么什么记录，所以人事费用要删掉。哎，国会议员拜托一下哦，有一点国会议员的水准好不好？这种预算案好意思提出来？这种预算案好意思提出来？好，哦，赖瑞龙委员，你可以有不同意见呐，预算拜托不要再提出来了。好，主席，各位同仁，国会很丢脸了。我想这个全部的进行还是要依法来那个进行的哈。那事实上，设置委员会里面的委员哈，不管是11年到13年任期4年哈，相关的规定在法条上都写得非常清楚，包括他的相关的人事哈，甚至于人事管理员、主计员、政风人员哈，这个从各单位来借调过来的部分，这个也都非常的清楚了哈。所以我想，这个人事的处理全部都是依照相关法律来进行。那我希望大家所有的委员在讨论这件事情上，还是要依法的程来处理的，不然这件事情没完没了。每个人都有凭自己的感觉、凭自己的想象，在讨论一个法，哈，这个是没有办法处理的哈。所以我们希望，建议委员会啦，所有委员能够依法来。如果有任何违法的地方提出来，哈，大家来可以来做处理。但如果没有违法的地方的话，这个该有的组织的运作就尊重组织的运作。好，这样子才能。啊，如果只是单凭在想象自己的想象啦，观感啦，哈，这个没办法讨论事情。好，以上建议。哎，那个王昭，我觉得他们真的很无耻的在这里提他们的人事。我想我们的整个的条文里面，包括委员，我们甚至于都提到说不应该超越党派，应该要超越党派。如果说他们民进党还可以脸不红气不喘的讲这些。人员是没有问题的，我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无耻、无耻、无耻。我们党产委员会工作人员的名单在这里，无耻、无耻、无耻。我再念一次：研究员唐义云是郭立雄国会办公室的助理，副研究员吴静安是台湾智库法政部研究专员，罗国应是民进党国际事务部的副研究员，朱婉玲是。郭立雄国会办公室的助理研究员郑光伦是台湾青年智库法治中心的副研究员，助理研究员房义芬是郭立雄国会办公室的助理，秘书李维君是郭立雄国会办公室的助理。我想这个叫无耻、无耻再无耻，从来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然后我现在在这里把聘用主席，请大家尊重发言哈。聘用为研究员，拜无耻，无耻，不要吵，每个人都有发言啊，发表意见的权利，乖一点好不好？非常无耻，跟别人讲话，刚刚在骂大家，非常的无耻。我昨天在质询的时候，我就已经讲，你昨天就已经很无聊了，拜托好不好？哎，现在是谁在发言？哇，你们发言的谁静静东东发言呢？我上班的在发言，不要这样嘛。那个每个人都有发表的意见，你等一下也可以发表的。我已经告诉大家，这个预算审查，我昨天就告诉主席，一点意义都没有。就算我们今天要上预算，他们用预备金都可以处理。我把这个预算的经费再念一次：聘用研究员、比照检任实职等是57000；聘用副研究员。比照兼任九职等是51000，聘用助理研究员比照兼任8职等是45000，聘用秘书比照兼任10职等是57000。我们现在坐在我们立法院这些坐在台上的公务人员，大家来比比看，这就是不当党产、不当委员会的不当支出，让大家看一看。原来党产委员会可以把民进党的党工跟郭立雄委员的办公室的所有的助理用这样子的薪资，我觉得预算你们可以护航，但是我要请大家公平，这就是我们不当党产委员会不当的薪资用这种方式在支出，用
国家的利器，在做国家的暴力，选择性的办案。哎，张作雄委员，因为我反正给他的心在医生哈，发言还是要有一点节制的哈。针对整个委员会里面所有的成员的薪资的部分呢，你可以提出你的一个看法，但是呢，也不要因为说今天这个单位他所执行的一个任务啊，是针对把过去从国家或者说人民所霸占的财产要回来，哎，这个时候似乎啊有一点点成绩了，或者你自己的政党感受到威胁了。比较消耗啥的欧北人了哈，我反而会觉得说，今天聘请的这些人员，你应该去评断他的能力哪一点是不对的，哪一个部分资格是不符合的，或者你干脆说哪样的一个依据，他不应该去禁用任何一个党派的一个人员，公家出来唔当唔当丢啊，所以我会觉得说，资深的前辈啊，在这里针对这样的一个预算审查的一个发言呢，不要丢人现眼了哈，这个。大家觉得这样子实在是非常的难过了哈。今天呢、啊，这样这笔一个预算，平心而论呐、啊，平心而论，提出简略的这些理由，通吗？这些理由啊，很多啊，充满的一个情绪性呢、啊。国会应该针对任何一个单位的预算来做监督，但是啊，国会在监督预算的时候啊，那也不应该啊。拿这样子一个社会，连社会大众来看都看不下去的一些让人家感觉可笑的一些理由了哈。连教育训练费，你有什么样特别的一个理由？你说这个地方你要去把它做简略，把它做一个删除。我小习跨龙中博了哈。人员维持费你要去把它做一个简略，其实目的就只有一个，把整个委员会你把它做一个瘫痪而已。瘫痪的目的在干什么？杯葛嘛。你就是无道理用查这国民党较早过去，把这么老百姓一个东山嘛，目的啊，其实大家都很清楚啊。奉劝呐、啊，要为国民党党产护航的中国国民党的立法委员，不要在这里丢人现眼了、啊。等一下，各位委员，我希望尊重各位委员的提案，我们不要彼此有情绪性的攻击。你买差好不？我直接的讲话好不？那个在那个政治就有一个名言，立法院除了不能让男人生孩子以外，其他的都可以去变化，所以彼此尊重大家的理念好不好？有啦，这政治学有教的，不然你问顾主委，他绝对有学过。所以有这句，有这句话，嘿，你这句话你抬头来，真的吗？真严重，真严重。来，王昭胜委员，彼此我想、啊、我们要彼此尊重，好不好？主席，我想，因为庄瑞雄委员点名说我们在护航，我再把我们国民党党团的公开声明在三月。我说你护航党产，我没有护航，你护航预算，我没有护航党产。我们的党产，我们国民党的公开声明，我在这里再念一次哈。中华民国是由中国国民党领导创建的，当时党军就是国军。中华民国，我希望这一章我们可以列入记录，我们要列入记录。我把最后这一段，我们把它列入。你要怎么样反对是你家的事了哈，因为立法院发言本来就可以列入记录，连这点国会议员都不懂，我也觉得很意外哈。中华民国是由中华民国创党创建的。当时党军就是国军，中华民国的确经过长时间党国合一的阶段，国民党的党产有其历史背景，在民进党执政的时候，行政部门曾经全面清查国民党的党产，民进党籍的监察委员黄王雄也做过详细的调查，所谓不当党产全部已经处理完毕，在诉讼中的案件国民党也都撤销上诉，以示处理党产的诚意。为了进一步彰显国民党的决心，所以这张是105年3月10号，国民党立院党团决定对于政党产处理条例，愿意大公无私、坦坦荡荡、还财于民的态度参与审查。所以国民党立院党团并在这里要求党中央积极回应民意。不论有多少个理由，都
都应该要谦卑的放下，把所有党产扣除依法应付给党工退休金的结算金额以后，全数捐出，作为青年教育以及弱势家庭照顾之用。现任以及退休党工也要共体时间，协助国民党在困难中转变体质。这是第二段。第三段我们写得很清楚，国民党应该转型为以理念领导国家，以政策影响政府，以服务感动人民的政党。党产只是包袱而非资产，国民党要从谷底爬起，要做浴火凤凰，靠的绝对不是党产，而是人民一点一滴的支持。没有人民做靠山，党产只是负债而已，毫不足惜。所以经过我们35位国民党党员、党立法委员经过初算，国民党净值大概只有166亿，扣除现任以及退休党工的退休金，一数我们请党中央全部捐给公益团体或者政府，或者帮助青年跟弱势。所以基于这样子一个理由，我们35个立法委员，我们全部迁出。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民进党在这段时间，我们看到他们用全部民进党的党工超出我们所有公职人员，包括不管是检任不管是建任的薪资，用这样子的一个态度选择性的办案，假借转型正义实质做国家暴力。我们看到他们在做整个的过程当中，既不公开也不透明，也没有任何的录音录影档。我们认为这样子的一个做法，甚至要把它拿去做长照，我觉得这非常的可笑，也非常的好笑。如果你们可以拿出录音档出来，我觉得我们都可以讨论。而用这样子的工作人员，这样子绿油油的，而且选择性的办案，我们觉得岂以为不可。所以我们再度重申，我们立法院35席立法委员，我们对我们的党产的态度非常的清楚。如果今天还要污蔑我们是在维护党产，那就太可笑了。这个从3月10号一直到现在，我们就不是在维护党产，所以选择性的办案我们无法接受。如果说我们还是用选择性的办案，因为理论上来讲，这个是必须要针对每一个党都必须要去处理。我们当时也讲，包括民进党的基金会，他们为什么不去查？我们从开始到现在，我们看不到，甚至于我们都讲到，我们国民党党产最多的时候是李登辉的时代，我们也看不到，所以我们看不出来。对不对？现在站起来拍桌子的，他的爸爸也是我们以前国民党员，也是我们国民党员，可以他拿出来讲，对不对？没有理由用这种方式。哎呀，一人要讲话，你敢来帮恁党的一人，敢来一直讲下对。啊，我亚秀在讲啊，不你家己讲啊。对不对？这两个表可以拿出来给社会公平。啊，你的意见呢？可以看广告啦，还能操生意啊？什么操生？这个可以拿出来给社会大众公平嘛？多包容一下，多包容一下，听一听，国民党也是有决心的，不然光讲没有决心，最后彼此在倾听大家的意见，有什么好吵的？那休息十分钟，喝边的咖啡。包庇啦，还没来啊？可以包庇啦，那我包庇啦，护航党产啦，边倒的意思呀？朱宪，啊咖啡你也无买啦，你干那喝边的咖啡？嗯。拿来公平了，让记者看了。民进党所有的党工跟他们所有的前面进驻行政单位不够，还要拿到这里来，这个不是不要在这里丢人现眼了啦，不要在这里丢人现眼了，丢人现眼，丢人现眼，你把那麦克杀了，一直念念念念念未生。我们这个都拿就七届的人啊，唔知人事管理员是啥物。
你们有本领吗？拿这个说，这国民党的声明可以列入立法院公报，丢人现眼啊！这个还不够丢人现眼，丢人现眼的啦，还讲说是宪法专家啦，这个还不够丢人现眼吗？我怎么能查出来啊？那人聘用条例你念过吗？你知道这个条例吗？丢人现眼啦！啊，热情过后要冷静一点啊！开会怎么送人到啊？效率有那么差吗？好不好？我变人家欺负的人嘛，就是他欺负你啊！你懂，总是有热闹的一段开头，慢慢就会顺了。我们在这里五年了，你从来没有这样，现在到处都不一样。支持你啦，我们支持你啦，会有效率啦，我们要支持你啦，效率很快啦，你要练起来啦，效率很快啦。我们支持你，你要练起来，你不要怕他啦，你们要不要怕他啦，你要真的不要怕他啦，不要怕他啦，你要练起来啦，我们支持你，你不要怕他啦。主席，鬼笨好鬼啦，没信啦，鬼笨好鬼啦。他讲的、哦，整本给他过了，凸显问题了，整本给他过了。鬼笨了鬼了，您这些提案鬼笨了鬼了，凸显问题了。不要讲那种委员会的，他提案我连署了。他说前面给他过了。等一下，我会主持了，尊重主席一下好不好？这是修的，这不是兵的。哎，怎么编的？哦，这边哦，编的给你。你先给他喝啦。歇啦。给他喝冰的啦。我开玩笑，冰的啦。对啦。那冰的，你要冰的才棒呢。那个黄委员提议我不一样。啊，那鬼不能鬼了。可以慢慢喝咖啡，降个温。冰的啦，冰的啦。主席加油。我们降个温，咖啡时间喝完就准时开会。主席加油啦。要让议事顺利进行。六分钟啊。好了，喝咖啡冷静一下。等一下啊，这个地方，我等一下再来。别在你们头上给大家看呐！给大家看呐！哎，现在无搞用一个迄个背板啦。到十二开始，它十一案开始，它就是一些什么水电啊，基本工作为主，这样还不够无耻哦，什么柴米油盐酱醋茶，对啊，好，他刚刚说那是建议是六到十九已经到第二幕了嘛，是不是？没有，还在第一幕。这样子，第二幕的部分，所以第一幕就有几个案。第一幕，对他后面他有一些什么，都是一些基本工作维持的一些柴米油盐酱醋茶。王金平都说你拿250万被抬哦，那样。你怎个讲哦？伊无，伊到尾也无要签，我用伊，啊，我伊若来讲，我嘛无可能甲伊讲咧。我是咧监控。主席，一毛钱都不能删啦，给他们过了。讲起来，你嘛来讲。
不照顾党工哦，你拢无赞成要签约我，但是若照迄个议员，我是我的人，十六亿国家原地迄、那个交易，所以不我意思是讲按美元秀出来，只想顾党产，不想照顾党工的事情，对不？第一，你这话叫党工来这边买多少嘛？不，这是那个叫我家也可以，应该是讲先照顾一点老公嘛，一点老公，哎，干不干不，内心有想到党工嘛？这样呢？这个主权益无什么，但依据韩方讲的，你掌握三个困难，来对你讲的危险输出，转型输出。你那一本哦，我坦白讲，我昨看看的吼，拢写得足简单的。不是写得简单，那是短短啊，无啦，你看黄文雄一篇啦，甲王宏一篇啦，伊内底特别讲李登辉时代啦，会转弯啦。啊，这个主权益讲为黄文雄安来，吼，请朝着主方向去侦办。啊，我都不会，只要以上我都是，我嘛要了解钱的代呢。安尼，你就爱予伊全拢过就好啊。哈，无啊，你迄做生意过，我才过嘛。我干那要求讲，啊，你唔敢唔敢就，你做啦。你做决议，我来无看着啊。安尼发言啦，安尼就叫。你安尼啦，你做决议对啦。你做决议就下嘛，我来。好，你来下。我下咧，我先做工作的啦。好啦，好啦。哦。彼此你们也会矛盾啦，将来要大家还是好啦，给你下啦，给你下啦，台湾太好啦，给你下啦，给你下啦，讲话咁难，讲话咁难，别紧张啦，别紧张啦，给你下啦，哦，来啦，这大家看，到社会公平啦，到社会公平啦。没有啦，一看见就免删啦。社会公平也是分。公平的话，一个要抬，一个要。我平庸，我平庸人，人我不会来。我咧平庸，国民党党工，我看我平庸。上面人未来，我就咧当兵。我即摆借掉，借掉还借掉十五个人，即摆借掉国语猫，我借掉到四个人。即摆迄个组长讲讲要改建跳下去，根本就无人要来。借掉，借掉来变做一堆内奸嘛，是安尼。哦，哎，不一定对你们有利啊。我们在处理公平正义的，什么对我们有利不利？那黄昭是自己留点社会公平，讲起来保密性很足，留个社会公平嘛。啊，那他又不愿意要黄党产嘛？要黄党产？现在不黄党产了，丢脸呐！全国最丢脸就是所有民进党的党工，在全国最丢脸。我讲我话，但是拢唔包，我是党工，党工嘛较伤心啊。现在已经一百多的人啦。什么龙仔？什么龙仔？台湾建设，什么龙仔？台湾建设，什么龙仔？台湾建设，什么龙仔？方式前面进驻行政单位，然后前面用这么高的薪资。我想从来没有这种从来没有这种状况。哎，黄委员，我给你建议啦，咱一个月拢免甲三六回归啦。啊，我一个主权益出来啦，我一个主权益出来啦，归啦，时间到。好无啦，超过不要紧啦，较早要定俗啦，叫定俗啦，叫定俗啦。啊，或者安尼情绪发言完以后，那么伊都不删，不要有该监督的就监督，宽礼吼。哎，什么？言语礼，宽以待人啊！宽以待人啊！言语礼，宽以待人，宽以。啊！你连这句你都讲不出来，你在做什么猪血啦？什么猪血？什么？哪个我讲反话了？听得懂吗？高深的学问就在这个地方啊！啊，你弄。
跟下啦，该跟下啦，休淡季的啦，不要为了这样说几分钟，大家等不及。以前我等到晚上12:30呢。我们昨天要开到晚上。啊，我主，我在你那边上课呀。主委他说身体不好，我看他很憔悴的样子。是，我以这个理由啊。你本来讲到国民党的东山，你就起动啦。起动啦，不是忙啦。我未起动，我明天再听。好啦，稍等你啦，稍等你啦，好不好？再休息十分钟。对，你开会都不用尊重每个委员的权利有啊，公民要困的要困啊。哎啊，朱秀主席，尊重错的、啊，我有意见啊。我都以前学啊哈，李金麦跟李金立的。国会要当然了，要尊重主席的权威啊！小李波，不安啦，出席，出席不了啦，你是，你还是尊重要委的主席要好几种啊！各位有好几种啊！好，你有休息十分钟，开会三分钟，跟休息十分钟没有？有，那边有。阿华生，报告。你这里去啊？你免上面搭出去过啦。长啊，这个主席啊，我们眼睛都有业障了，全部都看不到他们在做什么了。哎，我是看无恁的演对一出来呢。你拢黑白演，什么在一个要准备要中啊，准备人中台，我今仔都没有中鬼。你哪块？你去搞一块。当然啦，就我赵天明委员稍微。你今仔是跟恁东主席在内斗哟，恁在积极在护党产，啊，你拄啊讲要台，啊，你今仔讲没有中鬼。我从来没有护过党产啊，是的哈。恁家个，恁家个，恁委员往这里都问下出来，那包括我们顾大委员，我都还不晓得他是我们的。国民党以前的党员呢，我都搞不清楚了。你原来你还比我早入党，好好笑哦，好好笑哦。你不要这超好笑的，不要影射到我们今天的主席赵伟好不好？我从来没有影射他，你们自己的党员里面一大堆，拜托，你们都有一大堆哈。我的呢，开玩笑，我九零的呢。过去嘛有，不要紧啦，九零的九零啦，没啥啦。确定。哎，咱吹出人家有诶，好不？对啦，啊，你多爱顾陈明阳的多。电视台多爱顾。那个摄影机都对着我们，这样会有不良的观感。我们要显示我们身，那个圣诞节快乐，圣诞节快乐哈！哎，形象让我恁两个破坏了呀啦！好啦，休息啦，休息啦。那个切文件啦，切文件，又找人建个切文件了。给哪个记录来啦？你养分那养得这么大，室内不可以抽烟哈。啊，无人室内抽烟啊，只有人室内抽烟，什么室外抽烟？我的规身躯拢互恁母啊，拢烟味啊。主席，伊讲你，互你母甲规身躯拢烟味。我白讲，我咧讲钟瑞雄委员今天早上跟我坐高铁，他坐在我旁边那另外隔着道子，隔着一条走道，我都闻到烟味。我都要抽吸那个二手烟。天哪，敢有你这种人？我坐你高铁，你也闻到我全身都是烟味，你唔拢全部咧闻，你唔拢全部咧闻我的味道呢？啊嘿哦！让你闻到你的味道，你把烟味都传过来，让人家无法忍受。我是有车顶是有食烟了。但是你们自己去他旁边站一站，全部都是烟味。圣诞节快要到了啊，快乐一点。哎，我只把我等到你跳戏才哭，你怎么跟我嫌？很多摄影机对着大家，大家要打哪个带的？哎呦，穿的都很标准的、漂亮的服装。好，我们要做国民的礼数啊，拜托大家。我们现在带着微笑，支持所有不当党产委员会的预算。
怕跑了啦，怕跑了，怎么差那么多？现在在鼓什么掌啊？怕跑了，怕跑了，全部通过了，你是做搞。这米线的心肝，如果食薰来，心肝我你闻到薰味来哦。啊，都，你这样你不要处理。啊，都贵不要贵啊！啊，咱主席，你等下看见主席，很公道，很好。那是因为人员的关系。人员也不要紧啊，别过路去查，主席就好啊，查咱的主席一下代志就好啊。我昨下就甲你讲，伊一定规本要过，就好过就好啊！你是今下要去心查？我行啊，面前都无发挥的机会啊！咱买交过去，虽然甲咱差，哦，不，诶，叫什么？诶，不是吵架，不是冤家，怎么讲？不是冤家，不计仇啦！啊，不是冤家，我是讲恁两个痴呆哦！无啦，我起码你可看恁两下问题在嘛？不是冤家，不计仇。阮招委用心良苦呢。你知影要上车，我无食薰嘞。有啦，你坐迄边，我当闻到你的薰味。你一直闻到别人。哦，完了，我边仔无人，好不好？我刚每次跟早上跟他搭高铁，我们都是坐在附近，很恐怖，真的很恐怖。咱可能是坐在我边仔，人都拢无讲。人个伊较秀气，因为恁家己会挡诶。啊，阮吼，我嘛是恁来足久，今日才讲出来。分离的分挡。要不要发给？好，就宣传。这张也，那张要给啊，那张五尺，那张要给、啊。
虾商不要紧啦，因为他们会把非法变合法，都随便他了，你知道吗？是啊，对啊，就让他们去处理就好了。对啊，你干嘛今天还要开会？多印几张给他们，好不好？我们来印给他们，哦，要修改。你可以去，啊，印规定好了。
没有伤啊，所以我们就当台了哈，我们要吃一个牛排啊。现在的家里面，这个体验好贵。啊，我们那么伤，那么好啊。去不差嘛，哎哎。我跟你讲，我话你等下就安尼，我去拍伊度，你等你等会就讲出来。我会使啊，全部好用啦。啊，佫有一个人事，迄上面处理，迄全部好用。嗯。安尼啦，吼。但是要处理一个，我要讲话。啊。现在我们继续开会。那刚刚有东区的委员，还有林立产委员、赖瑞龙委员、洪忠义委员、李俊义委员、陈去迈委员、黄昭胜委员发言完毕。好，我们就处理预算。好，预算以一次数的方式来解决。但是我也跟各位委员报告，国民党有提了一个主决议，好，让大家看，同意的话，预算就照预算编列，但是发言各自表达立场。所谓的各自表达立场，哈、哦，国民党有国民党的委员他的考量、他的想法；民进党有执政党有执政党委员的一个考量想法。我会请各位委员，我会以最快的速度把它预算处理完成，啊，彼此尊重委员的发言权，好、哦，一个人以不超过三分钟为原则。现在请林立产委员发言。稍微计时一下。那个主席，因为刚刚我们有委员说，我们真的没有很认真在什么在护航。其实我们很认真的在看预算，也很认真的在提，包括说人员的健康检查怎么会跟亲子活动编在一个项目里面？其实项目不太符合了哈，就编了182,000元。人员健康检查，那健康检查就健康检查，亲子活动就亲子活动。那我不知道为什么亲子活动跟人员健康检查要混在一起去编这个预算了哈，我不知道预算项目是怎么编列的。那再来就是说我们的出国旅费的部分，就是每一位平均了哈，出国旅费好像编了
60。等一下，好，另外一块就你帮我找一下，另外一块就是所谓的训练费的部分了哈。那如果因我们里面谈到的，就用以正当公务人员的训练的话，那正当公务人员都是只有一位而已嘛，剩下的都借调还是所谓的约聘雇嘛，18位约聘雇嘛。那不知道为什么要编到12万。的这个经费在做人员的训练，那到底训练是训练哪些要花到那么多钱呢、啊？哈，那我国内旅费的部分就是每一位人员就是总共编了60万嘛，所以我不知道国内旅费为什么要编到60万的钱，平均每个人就大概6万块了。那我们提出来真的认真的去监督这个跟查。所谓的不当党产有什么相关联那么深，可以编到那么多东西，我只是把我们的项目都提出来，问起金价领金的话，我们的预算我们不是说乱去编一些预算出来冻结还是删除，那我们也是觉得说监督本来就是国会议员要做的事情，那连监督这个都没有，那监督就变成护谁跟护谁，我不知道到底是谁在护谁啦齁。因为我必须要讲说，我们办公室我们团队我个人提出来的冻结跟删除的案都合情合理，请跟我们解释一下。好，请那个不当党产委员会解释一下。谢谢委员的指正哦。其实健康检查还有整个亲子活动的部分，其实依照主计总处整个一致性的一个科目的编列，它确实是放在一起的一般事务费的科目去处理的，没有错。以上，谢谢。所以这个都放在一起，那它的合理性为什么我们不能编成两块？那还有另外一块，我要问的是说环境力美化。然后清洁保全还有性别平等相关活动就编在一个项目，我不知道这个项目又是合理的一个项目在一起吗？绿美化跟保全清洁然后性别平等相关活动是同一个项目的，是是是，谢谢，是没错。对，它其实在整个中央政府总预算里面的科目别的一个定义里面，它其实就是连接一般事务费这样的一个用途去做指引的，只是我们在文字上撰写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整个文字排序把它排在一起，但是对照我们所谓的用途别的性质来讲是一样的，没有错。其实这样写的方式让我们很混乱，也让我们觉得说项目真的那以后整个我们就不会去分根本，那你看我们连立法院都可以分那么细，可是我们很多项目却是就是规个保全跟性别平等让我无法想象在一起，难道保全都要有性别平等吗？委员，我们主计总处有提供相关的资料给您参考，谢谢。那个主计总处跟我们林委员报告说明哈，不清楚的时候哈再那个继续说明。再来请赖瑞龙委员发言。好，谢谢主席各位。我想人民其实高度的期待了哈，这个不当的党产要还给国家，还给人民了哈。那我想这个大家都有高度的共识。那至于党产会，其实还是要它是依法设置的机关，还是要能够正常的运作。那如果法令上面有任何违法的地方，那当然大家可以提出来了哈。但是如果没有违法的地方，我就要尊重相关的，不管是用人人事的权限。那至于预算上有没有服务编或不恰当，这个都可以来细细来讨论了哈，就是大家可以来一一讨论哈。如果认为不适当，都可以经过讨论，需要删减，当然都可以来讨论。那另外我还是要提一下，我觉得任何委员其实在这边不管即使具有立委的身份，有言论免责权，都不应该轻易的用无耻这样的字眼去辱骂任何人啊！我觉得这个都是不恰当的哈，更不要讲是在全国媒体都在高度关注下，这个都是一个很不好的社会示范哦。所以难怪立法院给大家的社会评价就越来越低哈，公信力越来越低。我希望大家委员相互的支持一下了哈。对于特别是官员，我想每个要做事的官员都是国家的公务员哈，那他们也都相当的辛苦，那应该给他们更多的支持，不是用无耻这样谩骂。如果在外面骂无耻，这绝对是被告的啦。在立法院不会被告，是因为有立委的保护伞哦。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反而
立委们大家要更自治啦齁。那我还是建议能够尽快的来处理预算啦，我觉得立法院过去常被大家诟病就是效力不彰齁，那如果迟迟一件事情没办法做决定的话齁，这个大家社会观感反而更差了齁。以上建议。好，赖瑞龙委员的意见非常宝贵，但是立法院经过好几集齁，我希望能修正一下，多听人家一些话。哦，只能这样跟你暗示在，那以前跟现在情形差别很大，我就不谈了，好不好？哦，新国会啊，新执政，前面执政就变成新国会啊，我袂用乱讲话，好，安尼就好啊。啊，黄忠议员，哎，主席啊，各位委员啊，我想啊，那个我尊重哈、啊，像刚刚有国民党的委员说，国民党35个委员党团的意见是怎么样了哈、啊？那是他们党团的意见了、啊，至于他们的党，中国国民党或是。中国国民党党团的意见有没有一致？我觉得这个他们自己要去磨合，要讲清楚嘛。那另外啊，我想啊，就是即使从昨天的询答到今天啦、啊，即使问题都差不多嘛。我想啊，包括说那个国民党的副主席、詹副主席现在还在国外度假啦，他1月7号要回来哈、啊。那昨天媒体也有报道哦、啊，他可能有一点那个就觉得一点倦怠的，他觉得说他那时候那个洪秀柱主席有授权，为什么要？签字的时候8点协议却被推翻了哈，这侯友干妈翁真脆心嘛，那我想啊，那也是国民党内部的问题嘛。那至于说我想再举上个礼拜的这个案例而已啊，上个礼拜在审公投法的时候，包括廖国栋讲的，包括说我们自己内政委员会国民党委员讲的意见也有一点不一致啊，后来才在磨合嘛。其实我觉得说这个部分应该国民党要先谈好了，包括说党团也要谈好了。那另外啊，我想啊，因为我是新委员嘛，这个不当党产委员会的预算啊，也是第一次审到嘛，去年应该也没有嘛。啊，我觉得说今年第一次送进来，我个人我要全力支持，我希望他们那个预算给他们，他们好好做。如果他们明年做不好，我们再来删，再来砍了。好，不要加以注解哈。没办法。我要交得力来，邓总，你们要批评我说不再依照程序来。啊，请李进议员发言。国会的监督本来就是国会应该做的事情，任何行政机关的预算都应该送到国会来审查。我们也抱着兢兢业业、一条一条的要认真审查的态度，至少我当立委的这期间里面都是如此。那有关不当党产委员会的预算是这样，不当党产本来建立的这个条例的设置就是希望我们落实转型正义，还财于民，把过去国民党不当从人民从国家取得的财产来回归国家回归人民，这个非常清楚。如果国民党对这个理念有意见，应该去释宪。如果国民党对这个处理有意见，好、哦，那其实他们也不必来处理，也不必派出副主席主动请求说要谈行政契约的部分。那其实非常清楚的哈，这个东西就是说，国民党自己有什么意见，还是应该在预算的审查充分的表达哦，不是用这种谩骂式的，然后一天到晚在这我高兴审审，我不高兴审不审哦，这样影响到整个内政委员会的程序的进行。那有关这个预算的内容。齁，这里面不当党产委员会它其实是第一个新的一个组织。那今年的预算规模总共有5000多万齁，那其中的人事费用就有2000多万。那我们应该要审查国会应该尽到的义务，就是说它到底有没有违反相关的规定，有没有聘用人员的任用齁，然后有没有违反聘用人员任用条例，有没有这个超过各党籍，有没有超过1/3，这些如果符合规定本来就是人家行政机关的权限。那至于说它的预算的科目或是预算的内容编的适不适当，本来就是这里应该讨论的嘛。那还在讲这些有的没有的齁，让人家觉得只是针对齁不当党产委员会在处理不当党产最后的这个抗争跟最后的护航而已。所以我们希望齁，我们内政委员会齁一直以来有很好的传统，大家可以很认真的在预算上来讨论，不管我们过去在野现在执政都是一样齁，不要随着自己的情绪来影响内政委员会程序的进行。那我们应该好好的来看预算的内容。如果大家今天有仔细看齁，我也建议我们的媒体朋友可以去翻
这个今天的预算的提案到底是什么内容？有些内容其实是真的是完全情绪性的发言哦。那这样变成一个预算提案，老实讲是非常不适合在国会里面出现。那当然这是个人委员个人要去负责任啦齁。那所以我们就是应该针对预算的内容来讨论齁。那如果动不动就用啊这个不当党产委员会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甚至用很不堪的这种语言来骂人齁，我觉得只是降低自己国会议员的格调而已。所以我希望齁我们主席齁约束所有我们内政委员会的委员依照程序来处理。以上。哎，主席早就有约束了。也早说提醒大家彼此尊重一下啊！你有时候我听听你要讲到我们都没有这样的心意啊！好，对了，我在想我主席是中立的啊，好，没不是评论了，我说当主席啊，好，陈金万人，那个主席啊，我先做会议询问了哈。这个请教一下我们英明的主席哈，我们现在是要处理主决议吗？还是在处理预算？你现在到底是程序进行到哪里？会议的程序？在处理那个第一节啊，但是我讲的休息，我经过休息，不是的，我刚刚讲过休息啊。你看，常常打断主席的话，你把我权威置于哪里？一点都不尊重。你看到陈金麦在问我的时候，是毕恭毕敬的哈、哦。我说发言到这个地方，好、哦，发言完毕，表达立场了以后，主决议可以的话，好、哦，我们预算就如果大家通过，就预算编列。好、哦，发言到徐顺伟，因为他刚刚才赶到，我把他称列了、啊。所以我现在问的问题是说，这个请教一下英明的主席了。我们现在是第一幕、第二幕，还是全部这样一要等一下发言完要一次处理呢？你不是全部。我讲的啦，没啦，你要打个恭维料嘛，不要干扰我一直讲的程序。主席，你回答我的问题啦，我在问，是我在问，不是庄瑞雄在问啦。好，整个预算，整个预算嘛，嗯，啊、哦，所以我们现在是包括第一幕、第二幕，包括第一幕、第二幕，还有几幕，这个一共几幕？三幕的样子，我看。好、哦，三幕、哦，三幕啊，包括三幕啊。没有三幕啊，案子只有两幕。有啦，有三幕啦。提案只有所以我们现在是处理预算还是在处理主决议？没有，现在处理预算哈啊，给大家去发言对预算的的观感啊，跟我的发言，还有大家对于不当党产的看法啊，这安得好啊？那你到底是啥？我听不。你是第一，我再重复一次了哈，是第一幕、第二幕、第三幕的预算，我们一次发言完就不再发言，然后就处理嘛，对不对？然后处理预算完，我们接下来就处理主决议嘛，对不对？啊，主决议通过，你们接受的时候，我们预算就照例。不是啦，你是处理预算还是处理主决议啊？你们跟我清楚哈。预算归预算，主决议跟主决议。没有，我先讨论一个主决议，大家同意的话。那大家假如不同意，有不同意见的，不同意就讨论，就讨论预算嘛。不是嘛？啊，所以你这个被爱心没去搞动嘛？我觉得我不是啦，我只是提醒主席说，我们现在在审查预算嘛，就是应该按照预算的审查程序进行嘛，对不对？那发言当然可以综合发言完，但是你预算还是要处理啊。预算你一定处理的、啊，对啊，我讲的预算来嘛。发言完处理，那假如说主席有意见，那我们就先处理主决议嘛。不是、啊，主决议处理完。那预算你还是要做一个处理的程序。对对对对对，你相信我的这个。所以我在问说，我现在搞不懂，说现在是在处理主决议，还是在处理预算呢、啊？没有，我们现在继续进行的预算，刚刚的那个第一幕的讨论，让大家发言完的时候，再来讨论主决议。所以主决议通过的时候，所以一二三幕全部的预算就照预算所编列的，不是啊？你主决议，我只是先这个立场先不论了哈、嗯，就说程序上你现在要回来处理主决议，我也没有意见啊。只要主决议处理完，那预算最后还是要有一个处理嘛啊。发言是现在已经发言完，等一下预算处理就不发言了嘛，对不对？我的理解应该没有错嘛。这个预算，这个
这个发言完了以后，哎，就处理主决议。对，主决议完的话，哈，哎，就是我们所讲的，啊，处理预算，哈，各的提案，那，啊，就这样通过。处理所有的预算，对，所以就处理不发言了嘛，对不对？所以要讲，要赶快讲嘛。要主决议通过，是吧？啊，主决议没有通，有可能通过不通过，因为不知道主决议内容是什么。啊，如果没有通过的话，就处理，是逐条啊。在逐目啊，逐目讨论，啊，然后啦，没有，等一下啊，逐目讨论，哎，逐目讨论，啊，对嘛，我现在改变，我们讨论现在第一幕嘛，嗯，哦，第一幕有好几个人，他的意思是说第一幕讨论完，再讨论主决议，主决议如果过了，后面不用讨论，但是主决议如果没过，啊，再从第二幕开始讨论。从第没有错嘛哈，这样没有错嘛哈，那你讲清楚就好了，哎，好讲清楚就好，好确定啊，啊就是安尼进行的，刚刚啊，所以你呢，好了好了好了，把你尊重主席啦，啊，哦，我看你刚刚讲我英明又不相信哦，没有不相信，我要确认说不要颠三倒四，等一下又啊，你外完了没有？陈菊麦委员，我现在是会议询问完，啊，你要外赶快一点，你看哈，这我的建议是这样了，因为我们现在在处理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的预算，哦，那他的预算的结构其实非常清楚了，就包括我们的这个业务费啊，或者是预备金啊等等这个部分嘛，哦，所以我们过去内政委员会在处理预算 的经验呐，啊，哦，要找大家针对不同的这个部分，啊，这个预算有不同的意见，应该是要做充分的一个表达了，哦，但是，哦，为了节省大家时间，大家时间都非常宝贵，哦，这个有一些政党的立场，哦，或者是说有一些是属于这一种个人的一些情绪的发泄，我觉得不宜在我们预算的这个审查里头去做过度的一些表达，哦，那假如说有一些涉及到人身攻击，我觉得主席要制止啦，主席啊，主席啊，主席。假如有涉及言语有涉及到一些人身攻击，主席要去制止啦，哦，因为我们毕竟我们在审查预算，这个官员是来列席嘛，哦，那假如对于个人，哦，这个我是没有办法赞成说这种人身攻击，哦，啊，我了解，我了解，哎，柯大师，你等一下啊，哦，刚刚有人登记的话，陈俊迈委员发言完毕了哈，哦，再来潘兆顺委员，哈，哦，啊，主席，各位同仁哈。我想我今天是用一个非常严肃的态度在看我们整个的预算，其实昨天在答询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清楚的知道说民进党会用任何的方法让这个委员会的预算会全数通过，所以我基础上来讲对这整个的预算我是没有特别的意见，但是我今天要凸显一件事，凸显他们在整个的过程里头，我想这边我总共有三张表，都是民进党的党工、民进党的助理全面进驻行政体系。我这边算了一下，刚才我算了一下，大概总数至少将近100个人，而且都位居高官。他们都是专门委员什么什么，甚至当然还有副秘书长哈。那而且在我们党产委员会里面，都是用副研究员、助理研究员、研究员这样子高官的身份。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我算了一下，真的是竹篮不及被宰，这个典型的酬庸，而且不仅仅是酬庸，包括我们看到行政院他们在上个礼拜在法制委员会又提出来，甚至要把三级机关的主管也都变成政务官。今天我们选举选输了，我们刚才也已经把国民党党团的公开声明都在这里讲，他们还在用这种方式在这里凹。我很清楚的说一件事，我们只看到顾主委在这里说是副什么，我们的副主席怎么样，其实整个的东西都没有透明。在立法院，我们甚至于都要求我们所有的协商都必须要公开，必须要透明，都不能有任何的黑箱，更何况这件事其实是国人都一直在看，所有国民党员，我想我们都坦荡荡，我们愿意接受外界的所有的透明公开的检视，但是如果他们只是选择性的办案，而用这样子酬庸的薪水，
我想让我们所有从事公职的人员，他们要爬到检任，要爬到荐任，要历经多少的考试跟历经多少的资历，才会有那样子的一个成果。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待遇，这样子的一个酬庸，还不可耻吗？我觉得很可耻，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可耻。我想我把我整个的心境都告诉大家，包括行政契约怎么谈。我想我们国会也有义务也有责任，必须要监督，必须要了解说怎么会 2.0 的长照会变成在谈这个党产委员会的时候提出来的条件之一，这个典型的固八点。所以我在这里很郑重，时间到，我非常郑重的要求主席，我想我们每一件事情都可以让社会公平，尤其是这些人事的任用，这些人事的任用已经严重打击我们所有的文官制度。如果我们今天作为国会的议员，连这个部分我们都不提出来讲的话，那我想我们整个的公务体系就崩盘荡然无存。所以我在这里提出最严正的抗议，而且对党产委员会不当的选择性的甚至于黑箱的谈判，我们在这里都提出最严正的抗议。谢谢黄委员，再来请徐中慧委员。哎，主席好，还有我们主委以及同仁大家好哈。这个曾委提的就是我们第一幕的部分，有关于我们人员维持一般行政的部分是全数冻结了。这个部分我说明一下哦，这个大家同理相待嘛。我们看党产会编的这个薪资这么高，比我们刚才黄委员也讲，好、哦，比这个高考都还高，高考二级考试以及我们这个公务人员的续薪都还高，已经续薪这么高，又有休假补助，而且这个休假补助于法有据吗？好、哦，那另外在第三点，有鉴于不当党产委员会罔顾劳工权益，滥行冻结政党资金，其实这个部分是要让我们党产委员知道，其实我们真的不要去冻结国民党党工的钱的薪水薪资，因为这个是同理相待的问题。所以我是建议人事费全数冻结。当然知道在这里这个我们这个执政党的同仁会全力护航，也一定会通过这，但是在这里表示好、哦、表示我们坚定的信念。另外一个就是一至五的部分，有关于我们也是这个一般行政的部分，就是休假补助费的部分。好、哦，这个因为你的续薪已经比一般公务员已经高考以及高考的人都高了，那对于这个休假的补助这个部分，还有要必要要编吗？尤其是在我们行政院及所属各机关公务人员强制休假补助费已经改成国民年金卡、有国民旅游卡持用的作业规定，其实这个部分已经没有休假补助费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党产委员会在编这个休假补助费部分是有点意见。另外有一个修缮的部分。哦、修缮一至二十的部分，因为我们不当党产委员会的办公室啊，这原来就是国发会，他、哦、要办理创新事业相关业务，而且他在104年的时候他已经有修缮过了，我们在今年105年又用行政院的这个经费来修缮441万办公室翻修，那您在106年还要再编200万来做办公室的整修经费。我觉得已经太过重复了，而且已经浮编了嘛。今年已经修缮了，104年国发会也修缮了，那106年为什么还要再修缮呢？我们人事没有再增加了嘛。好，在这里本席提出了这个几项，还有另外一份就是教育训练的费用的部分，因为我们是新成立的单位，那您在广征人才的时候已经千挑百选了，所有人才都是具足，而且都是任用都是我们的主委这边来任用，所以这个部分还要再编列教育训练费，这是我比较有意见的，所以提出了几项的这个冻结案以及删除案。好，谢谢徐中慧。
啊，再来请 Class 委员。好，感谢主席哈，感谢主席说我们现在一起讨论嘛哈。那我是觉得说，台湾其实要一直往前走啦，好，那我们也要面对历史。啊，不同的政党我们也不断的进步嘛。那当然我个人是认为说党产会的成立它基本上就是台湾在更进一步民主化的下一个阶段。那就好像党产这个组织章规程里面特别讲的嘛，我们这个不当党产委员会它就是要来清查追查在党国不分的年代这个国家不当取得的财产相关的调查返还追征等等。所以其实当我们来审这个党产会的预算的时候，我是希望在座所有我们的同事不要在制度上就歧视党产会里面的成员。例如我们刚刚提到我们也听到的有关休假补助，或者我们在预算里面看到的这一些亲子活动或健康检查，这是在其他的机关里面的职员也至少应该享有非常基本的他的工作的条件。为什么只是因为他在党产会里面这些就不准给他，或我们就三倍四倍五倍的质疑说他是不是浮编。所以我们认为说不要在制度上的歧视在党产会里面工作的职员。第二个就是说，其实我们还是认为我们要抛开情绪。那我作为一个新进的委员，刚才听见齁，今天从早上开始听见资深的委员光是从口中说出无耻可耻这个数字已经不知道几次。那我们是认为说，或许我们抛开情绪，我们好好的来面对在台湾我们历史上非常第一次看到的制度性的改革。我想抛开这些，那我们好好的来审预算，好好的来讨论，那就不会出现包括我们现在讲的预算。我们发现在这次的预算里面包括1至14，我们有非常明显的针对特定的职员讲出他的名字，然后也包括了1至19好，对于这个雇主委，然后片段在这个提案里面也片段的摘录了一些这个拼贴剪接的一些这个对话的片段，又或者说，2至3等等，在这一些提案里面，我们都看到了非常情绪化、没有办法冷静，甚至人身攻击的提案。那么，我们是认为说，审查预算哈，最好不要陷入这种情绪的攻击，那好好的继续往前走。我们今天尽速的、有效率的把这个预算审完，而且是和平、理性、合理的讨论。我想，这个才是我们带给台湾的民众哈最大的贡献。各位委员啊，刚刚发言的程序要新来的委员，但是啊，我想刚刚大家在吵的时候，有时候你们讲那些话在立法院常常发生啊，现在我希望不要再凸显说谁讲过这些话，不然永远啊争扰不休的。因为我们经历过，我们都很晓得。给我拜托，不要再指责说谁话的坏那种话。如果讲坏那种话的时候，啊、哦，大家会再吵起来了。哎，那个我很了解这种情形啊，拜托啦。以前我没讲话呢。我不是卖评论，你怎那都跟你讲啊？恁大家都没抢我的镜头起来，我一点的平时这代志，你们又故意要讲出来凸显自己。好了，不评论，因为啊，现在啊，所以我跟您讲，啊，好，我拜托的哈，好不好？理性一点，大家哈，温和一点哈，黄委员啊，然后面来的都可以发言，但是我会很快处理，好不好？啊，谁？吴启明啊，好，主席啊，我们诸位同仁哈，针对讲咱今仔新的这党产会的这预算哈，其实你若讲哈，大家哈拢各自会当去哈。表达家己的本来吼，咱的各党的意见，但是已经啊表达吼，长啊一天啊，会使啊已经遐尼久啊，是毋是即马爱进入咱的主题啊？好，开始来审咱的医生，好，谢谢。谢吴委员，我发觉你最理智，而且要求的最合理，我不能做评论。那我可以不发言吗？哎，可以啊，好，来，那个还没发言，还有谁发言？好，换到最后一个了哈，表达一下立场啊，我们不要再那个。主席好，我想非常非常的清楚，
我现在还把这个顾立雄当时当立委的时候的资料调出来，在七月，等一下哈，我把它调出来哈。在其实我今天要凸显的就是这件事，在七月二十二号9:50在本院议事厅的三楼的会议室，当时是苏嘉全院长所主持的，当时我们的顾大委员的发言，我们再把它念一次。你们注意看一下，本条第一项第一款规定，履行法定义务或其他政党理由者，不在此限。也就是说，还是可以做，并会一律禁止处分。所以，如果是履行正当的债权债务行为，做正当的等等等，那赖世宝委员就问发薪水可不可以？顾大委员当时就回答也可以啊，他是履行法定义务。今天我为什么特别把这一段提出来？今天我们看到顾大委员换了一个位置，他马上换了一个想法，把所有党工的薪水全部都扣了。而且我今天要凸显的是，他扣了我们党工的薪水，结果他们自己任用这么多绿油油的党工，在我们的不当党产委员会的不当委员里面，而且在整个的过程里面是既不公开又不透明，他们的薪水已经远比我们所有检任荐任的公务人员的薪水还要来得高。我想这件事情绝对可以让所有的人民来公平。如果说顾大委员所讲的话，而且立法院都是有记录的，我想我没有办法把所有的记录都拿出来，但是这件事情凸显了什么事？凸显的就是说，我们整个不当党产委员会在处理的过程当中是有三套标准在处理每一件事，而且在处理的过程当中没有办法让人民看到真相，甚至于黑箱，甚至于密室协商。我想这都是我们多年来在立法院最讨厌而且最不愿意见到的。而且在整个的过程里面，我们再要凸显一件事，就是民进党可以在所有的任用当中把我们整个的文官体制全部破坏的荡然无存。你说这样子的一个委员会如何让人民来信服？我们当然清楚的知道，民进党就算我们今年没有给他预算，他一样可以做，包括现在他们所用的预算全部都是第二预备金，这些第二预备金本来就不符合这样子的一个做法，但是他们也一样用了。所以我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主席，我正式跟主席做建议，像这样子的一个做法让我们所有的人民看不下去。也就是说，我们对这样的预算本来是应该针对这个委员会，是针对每一个党都必须要去做，但是我们也看不到他对其他的党做了任何的事情。包括我们也提了很多的基金会，甚至于什么这那个台中院等等，我们也看不到他们的具体做法。所以我们对这样子的预算其实不给他们一样会护航通过，但是我们必须要让人民知道说，原来民进党就是用这样子的国家暴力在做这样的一个行为。了解哈，那是官报记录。我跟各位委员报告哈，陈玉杰委员发言完毕，好，我们就暂停预算的讨论，处理主决议五国民党的提案，好，由各位委员的提案，好，处理完毕，我们回过头来再处理预算。选那个陈学文，温总哈。那个有关，基本上我不懂了哈，为什么就是现在就是整个都要好像都不处理？因为我觉得国民党这样会不会矫枉过正哦？因为我们也是要担心说会不会他们到底怕不怕外界也会觉得好像此地无银三百两，不然刚刚好像。心虚就是也是心虚哦，就是说如果你这样的矫枉过正方式，然后你也不怕外界会认为说这是有一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心虚，来自于国民党自己的心虚。那我不懂，既然大家都认为自己的预算提案是有所本的，亲民党的立场还是比较会建议要好好审，因为不需要对党产会例外啦，因为目前内政委员会所有的单位没有一次
就是就这样预算就一次过的哦。那我不懂为什么当场会是用这样的处理方式，好，因为我觉得反正每件事是一码归一码，到底有什么理由让当场会连审都不需要？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是应该执政党也好，或者国民党其实都应该让民众可以说明清楚的啦，吼，你们应该说明清楚，也让民众完全的去了解，因为这样的处理方式其实是清党是不认同的啦。哦，一个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然后一个是我不知道是凭着什么样的另一个心态。那如果因为任何的政治的态度而有任何的偏颇，说真的，我觉得这个是不符合我们在审预算的一个立场哦。那接下来我想针对我们几个提案来说明哦。第一个部分，党产会编列了检举奖金300万。那但就我们这边了解，党产会已经订定相关的检举奖励办法，最高奖金可以达到1亿元。那这样子都已经编列这么高的一个数额了，那到底为什么还要需要编列这个奖补助费的300万？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是认为应该予以删除哦。然后第二个部分，党产会的水电费的编列到152万，但就党产会的编制就26个人，等于一个人一个月就要花费将近5000元的水电费，那这个合理性我们还是希望他们能够给予说明哦，所以我们也是予以删除的部分。第三个部分，党产会编列了一些教育训练的费用，那到底就是这个部分教育训练的内容是什么？那我们希望能够让我们具体的了解，那不然我不懂党产会教育训练的是什么样的人员要给予训练，训练内容又是什么，那训练出来你们期待得到的效果或者是期许又是什么，这个部分我觉得党产会应该要清楚的说明清楚啦齁。所以这个部分是清党立场，那也希望党产会针对前面的几个部分可以说明，但是我觉得比较重要的还是我们应该要做好自己手自己做立委的一个职责啦哦，真的是不要说，因为目前内政委员会我还没看过一次就过的啦，好，所以到底国民两党各自有什么样的打算，到底有什么样的态度，我觉得都应该要跟全民去说明清楚。好，那现在我们请不但党产的委员会的顾主委做综合说明哈，啊，然后我们会再继续讨论我们下个议程。好，就刚刚各位委员的垂询，我大概大致上做一个说明，如果有细项的部分再请我们主计再做个说明。我想先说明有一点，就那个刚在座有提到的那个行政契约的部分，如果各位有去看一下的话，事实上那个部分詹副主席一直有关心到党工的权益，所以里面除了再扣押的那个九亿多以外，有再从中投要处分16亿的资产给这个党工哦，作为全面结清年资之用，但这个洪秀柱主席却最后不肯签名。那我就觉得，在这个部分，所谓保障党工的这个权益，在这个部分上，我们已经等于说站在这一个党产会的一个立场哈，尽量去跟詹副主席在协谈的时候思考到这个问题，但我个人是当然很遗憾的是，反而是洪主席没有去考量到党工的立场，他为什么不愿意在这个部分上面去把党工的权益放在第一？哈，这个是我感到非常非常遗憾，这一点也要让各界能够清楚是谁没有在照顾党工的权益哦。这一点，因为我协谈过程当中有相当有感触，所以我特别必须讲一下。那第二个部分就人员的部分，我跟各位说明一下，就是说相关人员的薪资及聘用的这个程序，都是依照这个聘用人员条例以及这个行政院及所属机关聘用人员注意事项的规定啊，所给的这个资给报酬的这个标准表来这一个给的。我想行政机关也不是民间机关，一说要给多少就给多少，所以相关的这一个薪资都是如此啊来支付的。那么有关那个禁用的原额的部分，我跟各位说明，我们聘用的这个部分呢，就已经满了齁。那这里面我们包括研究员3人，副研究员5人，助理研究员2人，秘书1人，助理秘书2人，行政助理1人，设计师1人，所以人员是相当的缺乏。那我们可以去跟各机关借调的人有20个人，可是我们
包括这个主秘，包括组长，包括副主委，包括工作人员，可以总共戒掉二十个人。可是我们到今天为止只戒掉到五个人，我们远远这一个不及所需要的这个二十个人。哦，那我的感触也就是说，我们在整个这个党产的条例的调查过程当中，我们用尽了所有这些聘用人员的人力。哦，有些秘书呢，甚至都要去做调查的工作。哦，然后我们没有人事，没有主计，没有政风。刚刚看到的这些在座的这些人事、主计、政风，全部是行政院的人，他们只是资源，他们是资源，不是本会的人。哦，他们只是有兼任的这一个性质。那所以讲起来，我们的人力是非常非常的缺乏。那你问我说，那我想不想多禁用其他这些各机关的戒调人员？我当然想啊，但是这个不是我个人主观的问题，而是我到哪里去找到有意愿愿意过来？这个每天会被丢鸡蛋、丢名字、丢石头，哦，还有现在这一个人每天坐在外面所谓埋锅造饭这样子，哦，我想这个是我们单位像我们面临这样子的一个说人才，哦，我们到哪里去寻的这样一个困境。那所以相关的这些编列的，当时在八月底，在我们刚成立就送进来这些相关的这些预算，哦，我想我们是编列了5500多万。我今天早上是看到这个刚好一则新闻说，省咨议会完全看起来没有什么功能，他竟然编了7000万。那一个没有任何功能的单位都编了7000万，我们这编了5552万。我不晓得这样子的编列有任何的胡乱之处，我也不是很清楚。那比如说刚刚有提到说，像类似一些设备会200万，我跟各位说，我们虽然是借用这个国奥会的这个建筑物，可是那个电梯非常的老旧，所以呢，他一定要把这两部电梯都换掉。那国奥会是要求我们要负担这个两部电梯的费用，那他们去负担那个地下二楼、一楼的一些整修，因为那栋建筑相当老旧，所以这个双方是有，我们在编列的时候是有它的一定的一个基础的。那至于其他一些相关的一些很细的一些编列的方式，我想我们可能请主计说明。不过我最后补充一下，就是说陈建委提到那个奖补助费，那个其实就是检举奖金。那检举奖金我们虽然说最高可以到1亿，可是我们没有办法预期最后是多少，所以我们是先编列300。那如果真的有人可以拿到具体的市政，让我们可以发奖金，如果不够我们再循预算的程序自然可以来再来发放。好，所以这一点呢，也请各位委员呢能够多多的支持，好吗？那你有没有？好，接下来就是来补充，在我们第一幕里面跟第二幕里面，同时我们都有编列相关的业务费。那在第一幕里头呢，一般行政里面我们所编的这些业务费，主要是维持一个机关它基本行政运作上面所开销的一些水电费啊，还有油资费，还有一些营运租金等等相关的一些事务费。那等于说一个机关一开门，它就需要这一些经费来支应整个机关的一个基本运作，在第一幕里面所编的是这一项的一个内容。那刚刚也有委员就是质疑到里头一些差旅费的部分，其实当时也是估算，就是说我们的委员里面，我们可能就是有远道的交通的一个需要，所以我们当时在编列的时候，也是按照我们相关的计划里面去把它编列进来的。那在第二幕的部分呢，就是党产处理业务底下，我们确实有编的相关的一些业务费。那在这个业务费里面，因为这个第二幕的部分是我们主要的核心业务，那换言之就是说，因为我们要去执行我们整个核心的业务里面，我们办理相关的一些听证会啊，或者是后续的一些座谈会等等之类的，其实我们都需要这样的一个业务费来抑制哦。所以我们就是按照我们的规划的一个计划里面，我们就把它详实把它编列进来的。以上的说明，谢谢。报告各位委员，那我们刚刚啊，不当，再一次好不好？哈，不然这样很好。主席，我想对顾大委员刚才、顾大主委刚才的说明，我大概有一点意见，因为他提到说，行政契约的过程当中是张副主席去找他谈，然后洪主席他贴标签说洪主席不顾党工的权益。我在这里要提的是，我们的党工大概已经有3个月没有领到薪水。那么在7月的时候，也就是我刚刚所讲的7月22号的时候，
顾到委员，那时候还是哎顾到主委还是委员的时候，他在我们整个的协商过程当中就已经讲到说，花薪水的部分本来就是履行法定义务。我在这里要讲的是，不管这个行政契约，因为到今天为止，我们只听到顾大主委片面支持，我们看不到录音，也看不到录影，也看不到会议记录。但是用这种方式，本来就是我们最岌岌以为不可的方式。我们认为这就是黑箱，因为每一件事情，包括在立法院，我们都必须要公开透明。那但是我们看不到那些记录，看不到这些东西，然后顾大委员就在这里贴标签说，洪主席不顾党工的权益，为什么不签等等。我想我在这里必须要提出严正的抗议。要短一点哈，徐委员哈，不然我这样子等一下会那短一点，本来讲好一次一次，我们再变更。因为主委刚才说明了嘛，但是我对刚才主委的说明有一点点的意见哦。因为刚这个黄委员讲到行政契约的部分，昨天在询答的时候，我们有讲行政契约的部分哈、那您有说有关于人事薪资的九亿的部分嘛？好，那我在我提的第一案这个一至四里面哦，因为您现在行政契约哈，昨天有委员提出说，行政契约等于认罪协商。行政契约是一种行政程序法，那但是你的认罪协商是在刑法，这怎么可以做等同呢？所以如果是这样子，我反倒觉得那正副主席根本就不要履行这什么行政区，要谈这行政契约就是什么，好像被这个戴了帽子啊。那另外就是，所以我在这边想，这个第三提案的这个第三个说明就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了。好，有鉴于不当党产委员会罔顾劳工权益，冻结政党资金，好，导致这个无法领，就是说希望我们在这里高等行政法院判决的，我们都要给予尊重。对于何谓法定义务支出自意解释，我这个部分真的要说明才予以动，好，才这个予以动支的部分。其实我在这里是，所以刚才我们主委讲的说，有关于行政契约九亿可以让这个国民党来发党工薪水的部分，这个是我有意见的，因为这个说明跟我这边的说明是不一样的。顾主委，你有没有要回复他们？不要啊，要好。好，现在跟各位委员报告，刚刚我们去，陈义杰委员没有来以前，哦，我说讨论国民党的委员提案的主决议文，好，如果主决议文通过的话，我们的预算就如常，就照预算通过，好，照常编列。但是现在又有民进党要去提一个修正主决议五，那现在我请议事先把国民党提案的主决议五、民进党的修正主决议五啊哈念一遍，还有刚刚主决议六还没有念哈，先把这个念完成，然后来讨论主决议五跟修正主民进党提出修正主决议五哈。先主决议提案第五案，为彰显党产会行政中立，应以前监察委员黄方雄所拟之国民党党产报告，调查过去国民党前主席李登辉及刘太英前主委任内之党产处分过程，由违法失职之处秉公处理，并公开调查报告，依法处理，以昭公信。主决议六，为贯彻宪法权力分立且相互制衡之精神，防止行政权不当扩张，侵害人民及合法设立之人民团体权益，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必须服膺法院最终裁定及终局判决，除法院命可抗告或上诉之情形，不能以不同名目或理由之行政处分，针对实质上同一案件重复处分，
以符法治，必维护民众权益。委员提出修正主决议五，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近来对国民党现有资产严加查缉，为针对历任国民党主席任内不当取得党产之处分过程，应全部调查厘清。为彰显党产会行政中立，应依党产条例规定全面调查历任党主席任内就该党不当取自国家或人民之资产处分过程及有无违法情事，并公开调查报告。先读完。现在有两个问题产生。第一个问题，我刚刚提到我们在陈玉杰代表亲民党没有一个共识，如果主决议文由国民党提案通过，我们预算就遭编列。现在民进党又提了一个主决议五的一个修正啊提案出来，那我刚刚是依国民党的提案啊，民进党提案是包括国民党的历届主席，但是我们是针对国民党提案，针对的黄文雄前监察委员在民进党执政期间所提的国民党调查国民党党产报告，所以这两个不一样，那我们要来如何处理？还有一点，刚刚啊，陈义杰委员说，他们党的立场是要来审，照这个预算逐目来审查，因为刚刚他没有来。但是如果说依照国民党的主决议，我们可以接受，到总统主持会议，看民亲民党要继续审查。好，李员工，李员工。那个主席各位同仁，民进党党团的提案是修正国民党的意见嘛，所以现在在处理国民党党团的决议嘛。那民进党有修正的意见，那就要处理先修正的意见嘛，对，按照议事规则嘛。所以这个案是按照主席刚刚还有我们委员会的决议去处理嘛。所以我一直在会议询问，就是先把这个议事的程序先确立清楚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先就处理修正动议主决议五啊，只要修正动议通过之后，那自然而然就没有国民党原始的那个提案，因为修正动议已经通过嘛，所以要按照议事规则来处理啊。好，那这个处理完，那预算刚刚只要按照主席的意见是说，跟我们委员大家也合议，好。那这个处理完就不处理预算了，就通过了，怎么会不对呢？这个来，陈委员，陈委员都录得非常清楚啊！我讲，你有讲的权利。我刚刚一直强调，非常清楚啊！所以没有不清楚，不清楚，你不是按你讲，可以修正国民党的意见，都不能修正国民党的意见吗？不是啊，不是不能修正。对啊，所以修正动议优先处理啊，都按照议事规则就是这样啊。修正动议优先处理啊，所以按照议事规则处理，你要先处理民进党党团所提的修正主决议五啊。要调查就要所有的主席都调查、啊。那个陈委，如果你要这样，我是讲出来说，国民党提出来的主决议，啊，能以这个为基准。我告诉阿弟，我正告这个主席，啊，要按照议事规则处理，啊，我们都尊重主席，就按照议事规则处理。同时我也正告国民党党团，啊，民党在这里严格把关，寸土不让。你要开会到几点就开会到几点，来，不可能牺牲人民的利益。我会打下去，大家讲好了，我照着规矩，大家合意来同的，休息。哎，主席，会议询问啦、啊，主席，会议询问啦、啊。你刚才说要处理主决议五，那现在有修正动议，应该先处理修正动议啊。国民党提出的主决议文，没有往这交来搞啊！是国民党的主决议文，我以这个为讨论为基础，好不好？哦，以这个讨论为基础，休息。
不，你就是不能，你继续绑架怎么样？要不要理他了？谁在闹什么？丁书改是你改，丁书改是你改哦，啊，我尊重你哦，你要改讲先处理主角，我尊重你哦，大家讲清楚哦，是你要改改议事规则、议事程序哦，议事程序是你改的哦，我照我的想法来做，你回归到预算的审查程序，预算我就休息了。出差力啦，出差力啦，看你不要闹出差力啦，卖差，卖我看你低了，休息啦，出差力啦，出差力啦。那对你派过哟，苏大力啦，我无咧惊人派啦，我唔惊啦，你要苏大力啦，苏大力啦，你卖我唔惊啦，你插进去就是啦，按照意思，你将你插进去，我咧惊你咯。好啦啊，袂甲迄个时阵，莫名其妙啊！我都讲今仔日突然安尼，啊，歹啦，安尼袂啦，今日佫食冻嘞。因为我意思讲，其实超面看出来是有想要做竞选。啊，问题是伊个主角伊内容袂用个啦。阿明都对今仔日佫处理过面，啊，但是伊安尼佮呛个，然后规个都佫开袂去。啊，无安尼搬后佫袂冻。你今日佫拢变。咱够决定要安尼处理啊！啊，我讲咱够大家同意，拢要安尼处理啊！同意，互开火落去啊！啊，不你，你著回轨道讲冤案。咱也无得。下个
因上面有违法，秉公并未进行调查，压力两啊，秉公调查过去认列组织秉公来调查，因能不能考虑一下？啊，你今天通知啊，今天马上调查，啊，你如果啊。黄昭顺不是他的菜啦，魏一这样好生气哦，好辛苦哦。表态要表态，这样子，这里有机会。自己从这个公益局里面抓出来的预算，然后这个是经济部，就是我有一个叫做先进工人前瞻基础设计，其实处的六亿元，这是其实在整个框架下，在专案及科专里面的经费，全部有这些的，对，但是分布在多少里面？对，这个是工业局的，啊，这是经济部科技专案下六亿元，啊，这是工业局的，这一厘米六零。1.6、3.6、4.6、4.6、啊，这是105年。嗯，因为主要智慧经济的部分在公有局下，我再问看哈。好，好的，好。那我们现在因为经济还有两个会，我中间都会跳，然后等一下就经济再确认，然后再跟我。好好好，好，如果 OK 我就过去那边。好。快点回家问啊！告诉你爱的来主持啊，爱的来主持啊。Yeah, but...